山口组大哥被殴致死，沉尸家中。日本警方发现一名山口组高层老大沉尸于三重县四日市市其名下一间住宅内，警方已展开调查。林田达之为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下属的爱英会会长，该组织活动于日本三重县。日本警方推测，林田的死可能和去年九月发生的黑帮内讧有关。59岁的林田遗体被发现时，手脚遭捆绑，头部有遭人用钝器多次殴打的痕迹。命案现场找到疑似凶器的铁棒。周日下午5:40左右，林田的妻子和手下发现他倒在家里，浑身是血，送医急救后宣告不治死亡。自从爱英会因内讧而分裂，叛离的兄弟组成神户山口组与之打对台，情势便越趋紧张。